我所在的世界被喃喃诵经声所包裹了，哪怕身处一片寂静，闭上眼睛仍然能听到那种神秘的召唤。我知道许多传奇故事，这些故事是人们的希望和安慰。牦牛生了小牦牛，隔壁家的自然拉姆姐姐又添了新宝宝。夏天快来了，草地也都绿了，但我有一年没有见到你了。时间越是生机勃勃，我就越觉得荒凉。我想再见到我爸爸。你肯定能再见到他。在哪里能再见到他？我听说在一个人离开的地方，也许还能再找到他。当时发心比较少，只是想着自己周围的人，没有想到众生。现在呢，学到了很多，发心大了，凡事呢要考虑众生，不能光考虑自己一个人。痛苦也不是没有意义，它能带给我们比快乐更多的启示。